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它设南南银行某储蓄方案的年利率是 3%， 每年获利一次，是求第一年年初存入2万，那第三年年底可得本利和多少？我们知道呢，第 N 年的年底可得本利和是年初存入的乘以一加多少呢？ R 的 N 次方。那现在的话呢 ，A 零是多少呢？2×10^4嘛，2万。哦 ，R 是 3%， 这是0.03嘛，所以是1.03的几次方呢？他说三年嘛，第三年的年底嘛，这是 A 三啊，第三年的年底。好，那1.03的。三次方呢，约等于多少啊？2×10^4，这约呢是等于多少呢？1.092727，它乘以了1.092727啊。哇，这去掉四个零的话，1234，我用计算机写，计算机把它算一下哈，1.092727乘以多少呢？乘以二，2.185454啊，这两个相乘起来的话呢，这个呢，2.185454，啊乘以十的四次方哦，就等于多少呢？再加进来的话是1234，啊这四舍五入嘛，就进位，就变成21855。所以约略是等于多少呢？2185，哦，因为这个是四舍五入嘛。2185，哦，他说四舍五入呢到整数位，所以本利和的话是2185。